不过镜头回到台湾，在台湾这边，大家希望可以尽量减轻考生的压力。十二年国教在明年就要正式上路了，高中职五专生从明年开始，如果要转校转科的话，可以免试，不用再考转学考，而是改以申请为主。不过教育局说了，这不包含同类型的转学，例如从高中转高中，或是从高职化工科转到化工科。另外，想要转入明星高中的，还是得要参加考试。